好啦，如是我问咧，今日礼拜咧仍然继续咧，请阿 Jack Green 同我哋讲咧呢个 Wicca 系啦。咁啊，上个礼拜咧，好多朋友咧都好多嘢疑问问噶啦。咁咧，我哋今次又可以解答下。嗯。咁譬如咧，上次临尾咧，你又讲到咧，佢要供奉一啲形象噶喎。系。咁呢啲 Wicca。供奉呢啲係乜嘢嘅形象呢？好啦，咁其實講翻即係威卡，我哋會擺一啲神明喺度啦。咁但嗰啲神明咧，我哋就唔會話指定某幾個咁。哦，冇指定嗰樣。冇指定某幾個嘅，係純粹係因為嗰個神話講到嗰樣嘢。嗯，用咩神話咧？佢哋係用歐洲任何神話都得。北歐神話都有嘅。威卡咧，其實佢係冇一個好正統，佢唔係一個宗教啊嘛。係係。係咪？咁冇一個主流係點樣？咁但係嚟講咧，威卡而家已經係發展到咧，我諗已經過千個支派嘅啦。係啊，係咪？咁其中一個支派咧，咁我學緊嘅叫戴安娜。係啦，戴安娜係一啲新啲嘅支派。咁而戴安娜咧就係喺美國發展嘅喎，係喺70年代即係新嘅。咁係希望可以攞翻一個女權。主要即所有都是女性啊咁樣樣，男仔咧就會係好多都係屬於德魯伊嗰邊嘅，嚇咁呢個威卡咧，咁其實我哋嘅神明就冇指定係點樣樣咯，你可以嚟自你自己心目中，你忽然間啊有靈感，我想揾佢都得噶。或者係甚至乎我哋中式嘅都得噶，一個係象徵意義咁解嘅。象徵意義，佢唔係一個真正嘅靈體。係啦，即係佢唔係一個好正宗哦，我哋要請黃大仙或者觀音，唔係咁樣樣。我明白，明白。咁我哋一定要有呢啲，因為供奉係大多數供奉啲乜嘢嘅？譬如話譬如話太陽神啦，係咪？譬如話係一啲 Green Man 啦，係咪？一個英國嘅靈啦，叫做 green man， 綠色嘅成個都係象徵啲植物啊。係呢個咧喺好多呢個公園度啊，或者好多喺私人花園度咧，有一個咧個面咧好多長好多長好多好似毛咁樣，其實根嚟嘅，同埋個樹葉啊圍住佢嘅。咁咧呢種咧係喺英國嘅一種植物神嚟嘅。咁叫 Green Man 呢個咧，亦好 common， 好多人用。喺英國咧，好多嘅建築物裏邊咧，嗰啲都有 Green Man 呢個咁嘅形象喺度。係啊，呢個形象咧，並不是一個鬼怪，佢只不過係一個咧佢哋比較崇敬嘅大自然嘅一個咧代表植物嘅象徵，係啦。佢愛護植物，唔係淨愛護動物，愛護植物。係啦，咁樣。好啦，咁其實我哋就會有好多呢啲咁嘅神祇出現，咁所以每一次我哋都選一個男神女神。咁仲有我哋威卡同埋即係中式或者蒙古嗰邊有咩分別咧？主要咧就係話威卡我哋會有四方塔 ，Watchtower。係咩叫四方塔啊？四方塔咧，其實係一啲守護嘅方位，因為我哋相信所有方位，就算係美國印第安人咧，都係好覺得咧方位東南西北咧係好神聖嘅。係啊，得意啊！呢個咧中國都係咁樣。中國咧自居於咧，佢話我哋古人咧都認為自居於中。所以叫中國中，所以咧周圍隔離咧東南西北咧，佢都覺得咧係鞏固住個中嘅。咁所以咧中國嘅五行咧就係東屬木啊，西屬金啊，南咧同埋北咧屬火同水啊。咁呢一都係一種咧拱襯於中土嘅土啊。係。今日所謂土嘅土咧為之中心。咁啊西方咧。在 Celtic 的文化裏面呢亦有中土的講法啦，他們以歐洲的中部為一個中土啦，每個人都是的啦，譬如阿拉伯文化
或者而我哋叫猶太文化，佢哋都當自己係中噶。係啊，個個都係啊。佢冇當到印第安人都係啊。印第安人都當自己中噶，即係人中間係個中心，以自己為中心，以中心為卡巴拉都係㗎。卡巴拉都以係個中心，嗰棵樹。嘅樹嘅中間，係中間啊嘛，係啊，冇錯。係啦，咁係啦，咁所以變咗咧，其實有所唔同一樣嘅地方咧，就係頭先講過，四方塔係要嚟做咩咧？嚟到去守護翻每個方向，每個方向嘅嘢，個精神喺。佢四方塔擺邊度咧？四方塔其實唔係擺嘅，係一個模型嘅嘢嚟嘅，一個守護，一個守護咯 ，concept 嚟嘅 ，concept 嚟嘅 ，concept 嚟嘅。咁我哋要就會叫召喚四方塔嚟，然之後走嘅時候就驅逐翻四方塔一啲，我哋會畫符號嘅咁樣。無獨有偶，喺北美印第安人同埋蒙古，唔好講蒙古，即係就算係即係西。中國北邊嘅咧，佢哋都會有，就算係密宗啊，密宗都有四個噶，有一定有，係咪黃紅黑白啊嘛？咁其實同印第安人係一樣，因為佢係密宗嗰邊，即係中國北方嘅人移居過去嘅啫嘛，咁所以一樣有。咁我哋大家都會有四個方向，咁我哋就會有四方塔出現咗啦。嗱，呢個觀點，這個同咧。中國咧嘅民間信仰裏邊咧又有相同嘅地方喎。你去到間新屋咧，你係拜四方。咁啊，點解要拜四方？因為覺得嗰四個角落頭咧，都係有神聖嘅，同埋你一定要去話俾嗰四個方位聽，你而家嚟咗啦。即係唔能夠漏嘅，唔能夠話我漏咗個方向，我唔講嘅聽。四個方向都講聽，咁人呢四個方向咧就會鞏固住你。咁你咧就會喺鞏固嘅保護之間咧，你得到一啲咧安慰、安詳、和平。如果唔係咧，你嗰個國冇拜到個方位咧，喺民間信仰嚟講咧，嗰啲古靈精怪嘢咧就喺嗰度入嚟啦。係啦，即係冇守護啦。冇守護啦，係啦，就係、是、咁樣。就會係咁樣。係啦，咁所以變咗其實又講翻喎，咁其實我哋不停咁樣做儀式為乜咧嚇？係為乜咧？係啦，即係同埋其實學巫術係咪一定要做巫女咧？咁樣咁其實嚟講，我哋會係用呢、這個我哋分開兩樣嘢巫術喺威卡巫術裏邊，我哋會有低階魔法同高階魔法。高階同低階係啦，我唔係高端人民，唔係高端人民。誒，嗰啲我哋唔講嘅，真係唔係嗰啲。係啦，咁其實通常啲人話：喂，做乜要學低階魔法？即係我學高階魔法，個全世界都係咁話。但係咁喎，其實低階魔法咧嘅意思即係話現實界裏邊嘅嘢，譬如話我需要心想事成啊，工作好啊，或者係個個都想嘅啦，個個都想關係好啲，諸如此類嘅日常需要，我哋全部都係行低階魔法嘅。咁但係高階魔法咧，嗱低階魔法咧係用五芒星。哦，正话你讲咗啦，五芒星。五芒星，而高阶魔法系用七芒星，即系五芒星加多两只角。系咪？咁其实个分别在于高阶魔法系处理灵界嘅事。哦，灵界嘅事。呢个就俗世嘅事。系啦，咁但系其实嗱，你谂下，如果你嘅目的只系想搵多啲钱，点解你又要咁转接用灵界嚟影响呢个，而唔直接用低阶魔法去处理咗佢咧？咁所以其實個分別會係咁。呢、這個就好啲喎，你冇驚動嗰啲高級嘢啫。唔係啊，即係而係因為喺卡巴拉裏邊，我哋覺得 as above so below 啊嘛，即係靈界係點，現實界就將會係必如何啊嘛。咁所以變咗，其實點解要咁轉接啫？直情用低階魔法一啲立足嘅儀式或者點樣處理咗佢咪算咯？咁所以變咗，其實大家要好熟悉低階魔法，然之後先至再學高階魔法。我明白，即係一個基礎嚟嘅。同埋嗰個功用都不一樣。不過呢度咧又要講講咧魔法呢兩個字，點解咧？因為咧 magic 呢個字咧，而家咧就好少人用。用落去所謂玩嗰啲雜技啊咩嗰啲度，
而家叫 illusions， 一種幻象，因為佢咧認為唔係一種法術嚟嘅。正話你講嗰個咧魔法咧，咁有個魔字咧，人就會有個誤解，因為 magic 咧就事必係有神魔，有一個神秘力量喺後邊驅使。其實唔係，其實唔係，你解釋嘅點解咧？係啦，嗱，咁其實 magic 咧有兩個傳法，一個 magic， 係啊，係咪？呢個就普通我哋日常用嘅魔術。魔術，魔術其實咧，亦做魔術都唔係好啱，即係我再講。好，咁另外一個字咧就 magic， 係。咁其實呢個字咧，其實係由一個係之前史無前例被人冠為惡名嘅 Aleister Crowley， 佢係發明嘅。發明嘅呢個咧就係一個英國人，但咧佢後來咧去咗咧避世啊，佢好似瑞士啊嘛。其實就咁嘅，佢嚟自一個傳統嘅耶教家庭，係啊，冇錯。十一歲死老豆，係啊。咁然之後咧，佢就開始諗歪咗，開始濫藥啊、性交啊，乜都有，乜都有。但係佢又好中意魔法喎，跟住佢咧就一路研究到去黃金黎明會啊、OTO 呢啲咁嘅神秘組織嗰度做得好高級，係啊。然之後就搞，只係發明咗個教喎，搞風搞雨，咁然之後咧就兩個老婆。我想不止的了，起碼都三四個，是的。那然後呢就發現了，即是經過靈通通靈去寫了一本叫做 The Book of the Laws， 是的，沒錯。那這個就是魔鬼之書，他跟魔結盟的有人這樣認為，那他是玩高階魔法的。嗯，而 magic 這個字呢就是他發明啦。然後呢就是將他分野做巫術那些魔法或者是魔術。所以如果譬如正統來說呢，應該是由 magic 才是代表這些儀式。沒錯，是這樣。我是區分到呢個 magic 和 magic 兩個字的不同串法呢，分別呢有不同的含義喺度，但係中文又好似冇咁清楚。中文冇咁清楚，因為中文冇去到深究究竟咩叫魔法。其實如果你用魔法個魔字咧，就喺中文裏邊咧就已經有一個貶義喺度嘅。因為佢用個魔，中人咧就話咧邪不能勝正啊。咁啊邪真咧就係魔啦。即係妖魔鬼道啊嘛。咁啊變咗咧係一種咧不啱的事嘅話，唔好嘅事嘅，作壞嘅事或者係作禍嘅事。但係實際上咧喺 magic 裏邊咧，唔係一定要作魔作壞嘅，佢有啲係做好嘅，譬如話係醫人啦，譬如話愛護啲植物動物啦，譬如誒仲譬如仲有一啲咧，譬如係我哋辟邪啊，我哋抵禦一啲咧唔好嘅嘢啊。疾病啊，幫人啊，自助啊，咁你話係種法術咧，我咧覺得咧比較譯得好啲。用魔字咧就有一個貶義喺度。法術咧就好中嘅，係中性嘅neutral 嘅講法。咁佢係咪一種術咧？自然我認為都係。點解咧？因為佢係一種咧方法嚟嘅。咁有冇得用科學方法嚟到去分析佢咧，或者探究或者解構佢咧，就未必有喎。嗰度咧奇嘅奇怪。不過咧，呢個世界亦有好多現在嘅發生嘅事喺我哋眼前咧，都係解釋唔到嘅，係唔需要解釋嘅。係啊，有啲嘢唔需要解釋，你亦無謂追究個解釋，唔係一樣。有歷史嚟係好多科學家嚟自唔同。的科學家不同界別的科學家呢，原來都有一部分人呢是專研究這些的。是啊，譬如說很簡單，為什麼我會覺得呢，即我很認同我老師蘇菲亞說的意思，就是靈學如果被驗證了就變成科學了。那不需要驗證，為什麼呢？因為呢有些事位有些情況呢是無謂驗證的。因為它本身咧係存在喺個人類社會度，人類社會咧係唔係要需要樣樣嘢都係咁黑白白清清楚楚嘅，反而咧大多黑白白清清楚楚咧，就
使到個人生嘅意義咧，就係啊，冇咁有趣啊，係唔係唔好，係冇咁有趣。係啦，咁但係亦都同時有好多科學一路喺度證明緊，譬如以前電力啊各方面，即係其實有驗證咗嘅就變成科學噶啦。係啦，冇錯啦。好啦，咁樣又講翻Wicca 啦，係啦，咁啊講翻Wicca，咁Wicca其實頭先講到，到底係唔係個個學咗嘅都要做巫女巫師咧？冇錯，唔一定嘅喎。咁其實譬如話有啲好叻，譬如話我係好中意去淨化人哋屋企磁場啊，或者係做一啲叫做英文叫 house blessing 嘅人。咁其實佢可能真係學到高階魔法或者好鑽研嘅時候咧。其實可以攞嚟驅魔嘅喎，有嘅有嘅，係咪攞嚟驅魔？咁佢哋會變咗驅魔師，有嘅有嘅。呢種啊，又同耶教嘅驅魔師啊，同呢個喇嘛嘅驅魔師有唔同啊，係嘛？因為其實呢啲都係用民間嘅信仰或者係信念嚟去做驅魔，咁佢哋有啲去咗做驅魔師。有些呢他們就會研究草藥，因為我們草藥啊、香薰啊這些我們叫做煉金術。四元素煉金術中的風魔法，他們去了做風魔法師、香薰師、療愈師、草藥師、這個又要講另外一些知識、我們中國人呢就叫唐醫、唐醫其實呢就多數是用草藥的，用草本的、當然呢在、藥書裏面不是只有草本、它可能是石頭，是可能是不同的水、或者甚至乎糞便都是入藥的、但是問題呢現在我們說呢、中國的中醫師呢他在英文他不叫做 Doctor、因為他不承認他是 Doctor， 是他只是說他是 Herbist， 是啦 Herb 呢這個字就是草藥的意思，即是草生的，咁呢樣嘢草本啊，呢樣嘢咧係一個好奇怪，亦唔能夠完全科學地分析嘅，就點解呢個世界會有一啲咧植物出嚟？啲植物咧真係咧食咗之後咧可以醫你人嘅疾病喎，唔止喎，仲可以醫你動物嘅疾病喎。咁即係證明咧呢、這個，譬如有造物主。有一個造物主不是一定是上帝的、他真的呢跟你安排了一些這樣的、抵抗、這個疾病或者是死亡的方法，所以為什麼人們就說地球是有治愈能力的，治愈能力的、為什麼呢？真的不明白，近時讀物小說就說到，他說呢如果有一個、毒好，一個毒藥很大好劇烈嘅咧，你唔使擔心，喺佢附近咧，自然有一種咧，係一啲有會解佢喎。好似榴蓮，就喺隔離，就喺隔離嘅。榴蓮話好毒，或者點樣好燥，好燥。但係榴蓮殼又可以攞嚟解嘅喎。我話飲翻榴蓮水喎，係咪先？咁啊搞翻掂喎，係喎，就咁嘅，係啦。咁其實做草藥學佢哋會係咁啦。咁好啦，咁水嘅魔法師又係點樣咧？有嘅。地水火風都有代表嘅魔法師嘛？好啦，水嘅魔法師學你話齋，佢可能會做好多能量水，係俾人啊，或者譬如話佢哋即係做啲同水有關嘅職業咯，係咪？咁佢哋會賣呢啲。好啦，咁或者係一啲情緒上面嘅問題。喺呢個咧有一個日本人寫一本書喎，你睇過啦？水嗰個水能説話，咁啊佢話咧原來。水本身也有性格，它有 character 喎。係啊，佢話咧水咧可以提醒你一啲嘢嘅。無論你飲嘅水煲嘅水唔係煲嘅水，都有開唔開心嘅。係啊，開唔開心嘅喎，真係咧呢樣嘢。啊，點樣知咧？其實就睇個圖案靚唔靚。係嘛？係啊，係啊，係啊，係咁樣。好啦，咁啊水有水嘅魔法師啦，咁風有頭先講過啦，火有火嘅魔法師，做柱啦，係咪？或者頭先講過 kitchen witch 啊，上次嗰啲，咁即係都會有土嘅魔法師，好顯然就係一啲草藥學啊，係或者係即係醫人，即係講鹽咪咯，係咯，醫人啊呢啲嘅魔法師，所以其實巫術周邊你唔一定要做巫女巫師。
但係你可以做啲周邊 e-book 升上嘅嘢噶嘛。咁同埋嚟講，亦都會有啲人咧，甚至乎識驅魔師佢哋點樣咧？要揾食噶嘛，成日有人俾你驅魔咩？佢哋走去做地產。嚇？做地產點樣做咧？係啦，驅魔師點做地產咧？我未聽過。用啲好平嘅價錢去買一啲空宅翻嚟驅魔。搞掂，淨化咗人就買出嚟。啲西人唔理噶嘛。哦。咁然之後佢咪賺大錢咯，可以。哦。係啦，做房地產。即係香中國人咧就好怕嗰啲空宅。係啦。即係話有人死過啊，或者有兇殺案啊，或者有藏過屍啊咁樣，就好就忌，就唔會掂嘅。但係咧，如果嗰個人咧做咗一個法術咧，裏邊驅咗魔，淨化咗佢咧。可能都有啲人都係會買噶，尤其是如果嚟自一個有名嘅驅魔師賣俾你間屋，即係同你搞掂曬啦喎。係啦，咁樣咯，咁咪賺大錢咯。即係譬如話乜嘢行業都會有。係呢度咧，想插一句問下先。你哋呢一個 Vicar 學裏邊咧，學嘢之餘咧，相唔相信世界有魔有鬼嘅咧？其實我個人咧就覺得世界上係異緣嘅。如果你信有神旨嘅話，就總有一啲唔好嘅嘢。咁但係嗰啲魔鬼究竟係自己個心魔啊，定係一啲真正嘅魔鬼？咁而的而且確，我另外一個老師咧，世界上非常之出名嘅華倫家族。嗱呢個你上次同佢做過一個。網上交談啦，同個肥佬係啊，係啊，即係我哋又係，我哋可以揾機會再講下呢個家族嘅。係啊，呢個好有趣嘅。係啦，佢而家嗰個肥佬係佢嘅侄嚟嘅，唔係醫生嚟嘅，孫唯一個孫。係啊係啊，唯一個孫。係啊，上次我都聽過同佢交談過。係啊，我有好多好多 update 嘅嘢，好有趣。仲有啊，第時慢慢講呢個華倫家族。係啦，咁因為我識咗華倫家族的關係很密切，所以從他們身上也學了很多關於魔的事情，他們也有一個華倫家的驅魔學Demonology。 是嗎？是啊， Demonology。 是的，這些我們有機會再說。所以我為什麼不信有魔呢？是是的，就是這樣。好了，那是一種邪惡力量來的，可能是的。但是在巴比印第安人眼中呢，冇负能量呢样嘢嘅，只系佢哋个 concept 系个能量适唔适合啫。咁可能嗰个能量唔适合我哋市民大众一般。咁但系对于一啲好邪念嘅人，咁佢哋会适合个咯。系啊，系即系佢哋个信念会系咁。哦，咁即系话咧，有你相信正能量或者相信神咧，就自然有信埋另外嗰边，信大个佢嗰边自然论啊嘛，系一套啊嘛，一套嘅系一套。系啊，即系点解我去学神秘学院读咗咁多年，同时我亦都系会去做高薪庭咧。系啊，好。咁我觉得系咁样先有一个完整嘅学习。我咧就完全唔信有神嘅，所以我喺我嚟讲系无鬼论嘅。唔系话神唔神，总言之，一个宇宙实有个主宰。可能是一股能量，或者是一股什麼，只要你有這個概念，你不一定要拜神，我也不拜神的，是的，所以就要相信這件事。OK， 好了，其實我們剛才講到驅魔師是可以做這些職業，還有一些譬如說我正常一些，我不做房地產，這樣有什麼可以做呢？可以賣嘢咯，賣嘢，賣巫術用品啊嘛。哦，商人，係啦，可以賣。上次咪你同我喺中環咪去過有一間巫術用品賣啦。係啦，即係可以做。即係嗰啲啊，即係嗰啲賣嘢啦，自己製作一啲巫術水、魔法水啊，即係嗰啲嘢去賣，又可以賣用品啦。咁有啲咧，我哋同學咧就會係host 一啲 centre。辦活動有乜用咧？辦活動，譬如話我哋節慶嚟啦咁樣，咁我哋幾個巫師或者係祭師咧，都會係收費叫人嚟參加我哋呢個巫術儀式。咁而當中佢哋可能可以許願，或者點樣樣，係啦，咁就係一啲收費嘅場所，咁佢咪可以賺到嗰個生活費咯。是啦，咁同埋即係當然啦，莫講話一啲占卜性嘅嘢，都可以做到塔羅斯啊，各方面
佢自己中意呢一方面周邊嘅嘢都得，即係換言之，我哋有個 concept， 學醫唔一定做醫生。係嗱，呢度咧又引起幾個問題啦。第一咧，點樣區分到咧？呢個唔係神棍，呢個就係真真正正咧嘅Vicar 或者咧嚟協助你嘅。咁因為咧中間咧，我哋聽到有好多合神棍啊，乜嘢咧？乜嘢有棍錢？有啲啊棍埋人才兩失，係啊，即係埋印喎，真係咁離譜嘅。即係做神，我都寫咗本神棍通識咧，都係喺網上揾咗19個 case， 乜嘢教都有噶，唔係淨係佛教，唔係淨係喇嘛教，基督教有噶，咩教有噶。咁啊，點樣區分到咧？呢個係一個真定假嘅？真定假咧？呢個咧就有益我哋啲聽眾啊嘛。係，咁其實咧，我成日都覺得知識好緊要。知識啊，嗯。你去揾一啲有口碑嘅老師，俾錢喎，去上課，真真正正去上課，因為喺網上面嘅嘢咧。十居其九好多都是假的，是啊是啊，是不是？那你要找一個很有信譽的老師，或者你覺得認為自己合理的老師，因為呢很多無論是市民大眾呢，因為可能現在的互聯網太過普遍了，所有東西你不覺得照單全收，他們都沒有經過到分析自己去思想的東西，那你一定要自己想一下其實合唔合理先？係喎，係咪？咁你如果係你自己真係要去消化一下你所睇到嘅嘢，究竟係真啊定係假？消化唔到唔緊要，去學咯。點解？即係啲人成日都覺得哇，三日就可以做大師，但係我學咗十幾年，我自己都未稱自己做大師，我抌咁多錢。我的學費可以買到層樓了，我告訴你，為什麼我要這樣做？因為其實我真的希望可以找到一些好的老師，去給我一些正確觀念。是，沒錯，我這個也很贊成，因為呢，他如果是做神棍，他是不需要這麼多料的，他只是用一種妖言惑眾，出口術就可以了，出口術就可以了，如果你說出來有真材實料，直接不同看法。我是大概四五年前開始，每一個月答應自己做一個研究，寫一篇長的文章，發布出來，長年累月地去做我的功課。因為我很好彩，我找親的老師他們都很好，其實有一些甚至乎是一個三個醫學博士的科學家，他們有研究一些超心理學。超心理學真係有少少科學根底嘅靈學，咁亦都揾到華倫家族教我，咁亦都有一啲好嘅老師Daniel Darby 亦都教我咁樣，咁所以變咗其實我係好彩，但係我係行得比別人慢咯，咁知識好緊要，同埋最緊要。就是要看看其實你自己本身的目的是什麼先，是的，就是你目的，你說哦，我是很想去做或者是去學一樣東西，其實你真的要看很多資料背後，你才好做一個，即是它是一個一門學術來的，學術來的，是一個很專業的東西，就不是說立立雜雜尤其是說兩句幾個名詞呢就可以騙人騙鬼，真係呃神騙鬼嗰啲，係啊，咁所以變咗，如果你問我冇一個統一嘅方，即係冇一個統一嘅方式或者系統去話俾你聽，佢係咪神棍？但係如果你基本個底子夠嘅咧，你問佢兩句已經露底了，都咪露底啦，係啊，咁錯，不即係唔能夠咧，持久嘅，即係唔能夠呃人家好耐嘅，係啦，呢個即係區別到咧，嗰個係咪神棍同埋嗰個係咪有真的有這類知識的人，是啦，那甚至乎他們自己說他自己能量人身心靈大師，但是你問他兩句已經露了底，是啊，但是你一定要先自己的那個知識要夠有自己的看法，很有分析力，即是這些全部呢，我不是超人，但是我是用勤力將勤補拙，去累積自己的知識咯，OK OK 明白。好啊，咁繼續講翻Vicar 咧嗰個工作啊。咁啊，剛才講咗咧，佢有無千百萬種嘅好多種工作。
你正話所講咧，你認識嘅咧就係幾種咧，驅魔啊，做廚房啊，咁啊有一種咧叫做念咒啊，你正話講祈禱啊，有我喺外國咧生活好多時咧睇到呢個 spell， 咁啊係呢種咁樣嘅念咒係有冇生效嘅咧？其實係嗱，我覺得咧聲音咧。是很 powerful 的、聲音是可以穿過牆或者去到很遠的地方、譬如頭、正如上一集我們講到那個 Humi、也都是可以去到很遠的嘛地方，所以變成其實它不會特別受很大的空間限制、除非什麼、所以變成其實我們發出的聲音，即為什麼有些人念經要念出口呢、就是因為你希望可以拿到那個聲音的那個頻率，你拿到啱嗰個頻率，佢就自然喺嗰個空間嗰度做嘢噶啦。哦，係喎、點解念經其實係要念出口，或者咒語係要講出口先至得咧？你細細聲咁樣，你冇力噶。冇錯錯。嚇，咁樣咯，係啊，咁就即係佢嘅力量就喺佢嘅發音嗰度，聲頻嗰度，係啦，即係自己個喉嚨嗰個發音嗰度，明白？咁係一定係有效嘅。咁但係睇下嗰個效有幾大咁解啫，大家去研究。咁頭先你想問嘅，就係咧 spell 咧，譬如話我睇到我喺外國啊，就睇唔到老子念的咒啊，就看不到中國念，就看到很多西方的咒。咁啊，西方咒咧有好多種嘅喎。咁有一種咧就叫愛情咒，love spell。就話咧，我對一個對象，我咧同喺佢背後或者面前念嘅咒咧，那個 love spell 會起作用嘅。係。咁我就有產生咗懷疑，究竟咧呢種 spell 咧？是不是真的可以生效呢？那更加驚人的呢，就是說以前呢就有一種咒呢，就是害人的念咒呢，就害到他雞毛鴨血的，或者呢甚至叫做嘴咒，或者呢甚至乎呢我們在橋底呢打小人呢，那個婆婆呢都口中念念有詞啊，咁至達噶嘛，達就拖鞋達佢噶嘛，咁呢啲咧都係算咒語嚟嘅。咁我就話點解呢個咒語成唔成立咧？係唔係真係可以生效咧？生效意思就係可以，譬如話愛情咒、愛情嘅 spell 能夠令對方咧個中意你，或者你對你更好咧，或者咧嗰種害人嘅咒、衰咒、咒人哋唔好嘅，會唔會生效咧？要生效又有咩嘅條件咧造成咧？咁啊，你哋做呢摩登嘅女巫，究竟要你識念咒咧？究竟念咒幫唔幫到手咧？達成某些人的意願呢，這樣 OK 好，那我們先說念咒啦。其實念咒呢，其實那個目的，個人認為啦，那個目的呢就希望可以透過一些頻率和一些靈屬，即是我不理你高階低階啊、小人啊whatever 去溝通的，溝通的一些頻率但是其實你那個意圖是更重要，我依套最重要，系啦，即系嗰个所谓精神念力最重要。我哋即系道教写符都系全部讲精神念力噶啦。咁同念咒嗰个情况一样，或者祈祷嗰个情况一样，即系咪求其讲完就算咧？咁就要睇真系嗰个施法者嗰个功力，同埋嗰个意图够唔够强啦。嗱，呢个咧啱啊，呢个咧喺中国咧就讲呢个诚唔诚意啊。就在中國人咧就話咧用呢個易經啊嚟對問卜占卦。咁佢第一咧有一個條件，就係你唔好去考嗰個易經。你唔好去試探易經。咁咧你作為嘅蒙卦嘅頭先講第六卦蒙卦講咧，就係如果你唔係真實去求一樣嘢，真誠去有一件事。
想得到答案或者得到一個指示咧，你不准嘅。點解咧？因為根本嗰個後面個靈啊，唔會因為你呢件嘢咧嚟到俾一個指示你。因為頻率唔夠。可能頻率唔夠。咁啊喺中國嘅易經裏邊咧講到，譬如話舉個例啊。我咧今日想中六合彩，我今期唔夠錢，咁而家咧我咧就運福，你啊唔該俾六個 number 我啦，係咁啊我咧咁啊唔個個問完咪個個中，每人分翻幾皮，冇幾千萬啦，係嘛，咁啊唔得嘅，點解咧？因為你一唔係一件關係到你啊或者世界嘅或者。國家或者民族的事情，咁呢個咧係玩嘅唔得嘅。你話問下，喂，今期世界盃邊個冠軍喎？咁你我嚟買咁，你買翻嚟你係中獎喎，咁唔得嘅。即所以咧，我都相信咧，你個人嘅誠意咧係行先，即係唔係話你咒語或者係作法呢啲嘢咧？是輔助你的精神念力的，我覺得不是百分之百一定準的，如果這樣就發達了。因為呢其實咒語呢在西方來說沒有一個正統的，正如剛才講的威卡和薩滿都不是一個教派來的嘛，所以其實有些咒語呢是一些經驗的巫師寫的，但其實自己如果夠誠心的話呢，自己都可以做自己的咒語，係啦，咁就要睇翻其實你哋想點。咁即係話咧，如果我念呢、這個或者我有本買本書咁鬼厚嘅本書，Love Spell 啊，係咁咧，我就中意呢個異性，咁我咧就揸住嗰本書嚟念，或者點念啊？唔知啊，我未睇正。有啲道詞啊，嗰啲咁咧之後。他就死心塌地呢，因為有些人他們真的不知道應該說什麼的嘛，他們就買那些書不知道筆的時候就品自己拿來品，是一種心靈安慰，是吧？部分是，但也有很多真正的是可以得的，咁又要睇下你个精神念力，连埋你个诚意几多，嗰个司法者个功力啦，所谓。就未必一定包保你一定成功，包保你一定有效的。不過有很多即都是一些心靈安慰啦，即不要說他行不行，但是的確這些也是一些心靈治療來的。是嗎？真的是。我有些是啦，真的。但是當然啦，也有很多神棍，大家真的要小心啦。就說跟你念了咒怎樣就會令到對方呢死心塌地啦，就累住你啊，黐住你啦，唔肯放啦。咁亦都系啦，因为其实我哋唔系话我求钱，啲钱就会跌落嚟。系咯，得了嘛。唔系咁，就算系最贵嘅圣物都好，因为咧早前我哋访问过一个神父，一个梵蒂冈嘅神父，佢都话所有圣物其实唔系个圣物个力量啊，而系你个圣物令到你谂起嗰个精神念力嗰个力量。所以聖物不是說貴就叫做好，所有宗教都是我咯，我覺得是怎樣你自己望著聖物或者有些像的精神力量，給到你有個信心去專注一點去做你的事，同埋求錢不是有錢跌下來，大家千萬不要誤會，而是去求多一些機會給你去努力。跌落嚟嘅機會唔係一個結果咯。哦，即係唔係咁直接跌嘅錢咧？唔會噶，呢個唔會噶。呢個咧，我講一個咧故事你聽下。呢個故事咧就講其中一個香港嘅術士好出名嘅。咁呢個術士咧就佢同一個咧agent 即係嗰啲做經紀嘅人咧，就算命或者要同佢做一啲手術啊，等佢咧啲生意好揾啲。咁咧嗰個 agent 咧就真係同呢個術士講：我唔知點解我做咗成6年，
個個都升級啦。嗯。啊，唯獨是我咧，仲係喺呢個階呢、這個呢、這個階層裏邊。嚇、啊！硬係升唔到我，咪、嗯、賺到多錢咯。咁啊，有冇辦法轉運咧？即係轉運咁樣。咁呢個術士咧就話：你做呢個人壽煙疏咁樣，你你嗰啲客嘅資料啊，你點樣處理咧？咁嗯，我冇處理過。總之啊，我揾到呢個肥仔，咁咪叫個肥仔買咯。話咁啊，嗱，你咧要轉運咧，首先咧，我而家俾本書你。嗯。咁你咧就頭嗰三頁咧。你讀曬先，讀完之後咧，下次嚟見我一個禮拜後，你念曬我聽。嗯，嚇，唔係話，就係、是、咁樣。你唔念咧，你唔嚟得，你唔嚟咧就唔靈噶啦啲嘢。嚇，咁呢個咧就呢、這個 agent 咧就翻去咧一睇呢本書咧叫《唐詩三百首》。哦，呢本書啊，點解咧？嚇，咪就嗱，奇妙就喺呢度啦。嗯。咁咧，佢咧就真係頭嗰三頁咧詩嚟嘅，好易挖揾嘅。佢係念曬咯，下次去啦，就念俾呢個術士聽喎。術士就 OK。嗱，而家咧又多三頁，又下禮拜又念喎。咁幾時搞掂我嗰啲轉運啊？誒，你念咗先啦，你唔好搞咁多嘢啦。咁哦，咁啊，於是佢又走去念，如是者念一個月。咁啊，一個禮拜見佢一次，都念咗好多首詩啦。嗯。咁啊，跟住咧兩三月之後咧，佢發現自己嗰啲 A 自己個生意咧，果然好咗喎。哦。佢就好奇怪，咪搏命念啦，念多幾頁得唔得？得，你咪念多幾頁咯。咁啊，卒之咧，唐詩三百首幾個月之後咧，半年之後咧，念咗成本噶啦。係。咁生意真係一日一日比一日好。嗯。咁咧呢個師傅咧呢個術士咧就喺佢嗰本書度寫過呢個 case 出嚟，到嗰個 agent 到而家都未必明白。佢話咧呢仲係做呢啲驗疏嘅人咧，佢要好記性。我同阿肥仔做過，肥仔乜嘢嘅背景，佢有咩親戚，有啲乜嘢。佢嘅細節，你都要記得好清楚。咁樣第時見翻面咧，飲茶灌水咧，你講得翻。Gray， 2016年你同我買呢個嘢，呢、這個過到期咯喎，你保唔保啊？或者做唔做啊？或者你喂你阿媽，好似係3月4日生日喎，你有冇同佢慶祝啊？話題多咗啦，好多記憶。嗯，點解佢以前呢個 agent 咧？是失敗呢，因為他沒有記性。哦。那他呢就用這本《唐詩三百首》呢叫他念，就訓練他的記憶力，訓練他對世事的注意。是。那變了呢，他習以為之呢，他就慢慢呢，他的心靈呢開始呢注意其他人的細節和記憶了。嗯。那這個記憶了呢，就增加了他那個銷售能力啦，係。咁呢個銷售能力咧，就幫助到佢咧多咗客啦。嗯。咁啊，呢個咧其實咧有科學根據嘅，有心理根據嘅。係啊。但係咧，佢唔會講俾聽。喂，你少咗啲記憶力喎，你要訓練幾耐？咁樣講完之後咧，嗰條友坐喺地都傻啦。啱。佢點會同你做啊？做啊！但係咧，你誒話俾佢聽。你咧念咗呢本書咧，就慢慢會好噶啦。你唔好理啊，念啦。咁其實咧就念，無形中訓練咗佢嗰個記憶，同埋咧佢注意細節。咁啊，佢講咗呢個出嚟之後咧，我覺得呢位術士咧啊，真係佢有佢嘅方法喎，又唔係完全咧神棍都咁大。其實係嘅，好多時候就我哋做儀式，個人認為咧。其實那個儀式是幫助自己去訓練一些潛能的東西，是啊，沒錯，潛能，是啊。但是你當然要藉著一些東西 去令到自己做這件事，是在個過程，是啊，沒錯，令到件事成功咯，是啊。而不是說等個天跌夠錢下來，不是這樣，是啊，我們去求是希望自己多些機會，怎樣 去令到自己多些機會呢？你無形中你的潛意識就會告訴你自己應該怎樣做。是啊，是啊，
咁你譬如我喺外國見到 Love Spell， 除咗你個講説話咧嘅措辭咧好咗之後，好咗之外咧，個異性咧會比較喜歡你之外，仲有好多咧，你係有個真心，嗯，你個真心咧可能感動咗對方嘛，係，你係真係咧為咗對佢個產生嘅愛慕咧，做咗好多工作啊嘛。係啊，情願念 spell。其實我覺得咧，其實所有呢啲法術嘅嘢咧，都係一啲催眠學。啲催眠啊？心理學，你起碼要催眠咗自己去咗個狀態嗰度，係嘛？有好多一啲自我催眠，所以點解有好多巫師、祭師咧，佢哋卒之去咗學醫人，係咩？學中醫、西醫，又學催眠 NGH 催眠師，咁其實佢哋就係做呢啲嘢咯。係啊，係啊。睇下唔同方法去演繹咗。我識過咧，呢個心理學嘅專家，嗯，佢就係有牌嘅催眠師，催眠師就要攞牌嘅喎。我梗係啦。嚇！你知唔知啊？全世界最大嘅催眠會叫做 NGH， 係一個美國嘅會嚟嘅，最歷史悠久。你知唔知香港、台灣、大陸加埋？超過有幾萬人，差唔多成十萬人話自己係呢個會嘅會員，但係就冇交會費嘅。係咩？係啊，所以變咗嗰啲。你係咪會員啊？我唔係。咁嗰啲咧，但係交會費嗰啲咧，就會喺嗰個網頁嗰度可以睇到。見到相啊！見到你個 list 噶嘛 ？Member Directory 有㗎。哦。咁你可以同佢查詢翻，究竟你所講嗰個催眠師或者老師。是不是真的呢個會？但係佢哋 claim 話係呢個會嘅，而佢哋教嘅咧，會侵啲個會嘅嘢，但係亦都會侵一啲佢哋自己嘅嘢。呢樣嘢咁就已經唔係呢樣嘢，我相信喎、我相信催眠呢樣嘢喎。雖然咧，我揾唔到一個根據科學根據，或者我孤陋寡聞咧學唔到咧，但我真係見過咧一個成功嘅催眠術，冇做會嘅。嗯。咁誒喺邊度咧？好多年前咧，幾十年前咧，喺呢個歡樂今宵啊，咁咧就請咗一個催眠師上嚟。係。咁呢個催眠師咧，我諗50多歲、60多歲嘅男人咧。嗯。咁佢係職業嘅催眠，但係佢催眠唔係愛嚟玩嘅，佢係愛嚟治療嘅。嗯。係用治療心理嘅方法。嗯。咁呢個催眠咧。我親眼睇到咧，佢係用咗一個咧指導法。嗯。佢咧首先咧要一個最唔信嗰人，嗰、那個唔係我喎、啊。最唔信嗰人。反而唔係你啊。反而唔係我喎，係啊，有一個最唔信嘅人，呢、這個石仔。嗯。姓石嘅，咁咧就佢咧就坐咗張凳度，我哋喺周圍隔離睇，隔好遠嘅。咁呢個催眠師同佢講一頓幾句説話之後咧。呢、這個石仔咧就開始咧即係走入去一個失魂嘅狀態，但係佢唔係發夢喎，佢有意識嘅，佢有意識嘅。嗯。咁啊，呢個催眠師咧就叫佢嗱，而家咧你誒等揸緊架車，咁佢自己手咧就會一個模型裏邊揸住個胎盤。嗯。嗱，你踩油咯喎，咁佢真係咧去。只腳踩油，嗱而家你行緊嗰條路咧，就係幾崎嶇嘅，好多蛇嘅。咁你有咩感覺啊？佢真係震喎，喺度震喎。嗱，唔好行咁快啊！咁佢真係放油，唔收油，一路咁行，行下咧，佢話你停啦，真係停咗車喎。嗱，你攞嚿落個周邊咧有棵樹，如果你有啲香蕉，你走埋去。攞條香蕉，佢真係開到門，自己咧做默劇咁樣出嚟，攞咗條香蕉揸住一手。嗱，你搣咧咁睇住佢真係搣香蕉喎。哦，你食咧咁，佢真係食喎。講得出個味道㗎。係咯，講得出個味道添喎。咁啊，好唔好味啊？有香蕉味道咁。嗱，你唔好亂抌啲皮喎，佢想揈，佢話唔好亂抌皮啊，做成垃圾啊！嗱，你擺翻落車嗰度，嗱嗰度有個垃圾台，有個桶，你擠落去啦。咁佢真係咧坐翻去真冇啊！咁啊，
整個過程呢大約搞了五分零鐘。嗯。然後呢這個催眠師呢見他在那裡就這樣揸，他就嗒一聲。嗯。醒，咁佢就真係醒翻，醒佢自己戇居居，咦？咁正話做過咩事啊？係正話咧，我哋拍手掌啦嗰陣時，嚇話話呢個催眠師好嘢啦。咁佢咧呢個最唔信嗰個食仔咧，到時佢做咗個做咗嗰番説話一連串嘅動作，喺佢夢境裏邊，可能係夢嚟嘅，做咗一啲嘢。他自己是不知道的，他在受了一個催眠狀態裏面就做這個親眼見到。這個石仔呢就是最不調氣不順的、最反叛 的在裡面做 researcher、哦、就是做資料員，我相信他呢就不會跟這個催眠師呢夾計夾計，我不知道他懂不懂，總之不夾不會跟他夾計、這個人呢就包拗頸，你講、哦、你講東佢一定西嘅、哦 okay ，你講西佢一定東嘅，係即係咁嘅人。但係咧喺個催眠狀態底下咧，佢真係順從到咧做到做曬個催眠師嘅一切工作。嗱、啊，阿超哥，你有冇俾人催眠過？未。啊、我啊俾人催眠過啦。嗱、雖然我冇去攞牌，咁但係其實我哋一定要有呢啲咪技巧。係要攞牌嘅，要攞呢啲。點解要攞牌？因為係好容易將一啲説話植入咗去你個潛意識度。係咩？哦，係啦，因為其實你個人好靜啦，好放鬆啦，佢猛咁叫你放鬆。有啲乜嘢説話佢會好容易植入？如果立壞心腸就弊啦。咪死啦！叫除衫咪除衫。所以美國係好嚴嘅呢樣嘢。哦，所以我聽聞咧就話。他呢要是會員的是即是才是靠得住的話、嗯、但是起碼有條尾筋催眠呢其實是有一千多種、哦、千多種、啊、千多種譬如說有些叫舞台催眠、嗯、即是在舞台表演那些催眠、嗯、我見過這個我見過是啦只要你睡在那凳子上看那些就是舞台催眠那個鬧鐘或者特別在你面前滴下滴下那些、啊啊很多不同的手法的、嗯、而我老蘇菲亞的老師呢因為蘇菲亞本身是 NGH 催眠的第一個華裔成員是嗎、哦、是啊他一月來香港教學了一月了一月、哦、是啊來香港教學知不知道中文啊台灣人講普通話是啊、嗯、是這樣還有英文他移居美國二十多年他呢就的老師呢原來是犯罪催眠專家怎樣犯罪催眠即是譬如說你謀殺或者犯了罪了這樣 找不到證據或者怎樣那他就會找個催眠專家來催眠你因為急出來但作不作得是呈堂證供又不得的那政府請得的犯罪催眠不是他的作供能不能夠上堂呢做證據呢那我不知道應該得的某些州份是可以的、嗯、可能有很多種催眠法所以變咗咧，其實如果你被人催眠的時候咧，你其實有個主意識喺度，只不過咧人哋你放鬆的時候，人哋講乜你就盡量去配合。嗯、但有些人催眠唔到嘅噃，係啊，係啊，因為你個主意識抗拒得緊要。哦、你要佢行東，佢就去咗西嗰啲人、嗯，或者同自己潛意識自己同自己講我唔得嘅，我唔得。那些就是催眠到的、哦、我又未試過不是百分之一百但是你的主意識在這裡你只不過是跟了那些說話遊魂而已嗯這樣哦這麼有趣的那、Richard 也是催眠的一種手段是的因為為什麼有些人說催眠通常都有人說到前世是吧是前世和催眠這個又跟個你說一個姓顧的顧博士跟我玩過是的但是NGH 你知不知道他是沒有教前世的是嗎正統的 NGH 催眠師其實是不相信前世是沒有這件事的因為所有前世呢 NGH 的角度這個會的角度呢、嗯、全部都是催眠術、嗯、催眠術來的所以變成他們就不談催眠如果你遇到一些老師或者一些人說自己做前世催眠又是 NGH 的人呢不要信了、哦、他不是 NGH 他就是心理學家是啦、嗯、他說他呢、認識到呢、這個前世催眠、嗯、大問題者催眠有個條件的、嗯、他要跟你談了一個房間沒人的只有兩個人做諮詢、是啊做了一項、諮詢
譬如話你最中意嘅咩人，你其實心底最錫邊個人？嗯，你有冇呢個人先？咁如果你有，你咧就要個心經常要諗住佢，要眯埋隻眼都見到佢。嗯，一個咁樣樣嘅將你個潛意識啊，對佢嗰、那個呢、這個人嘅潛意識形象化，同埋咧變成你目前乜嘢都唔諗，就係諗住呢個。想着这样目的，那呢他在私人催眠术的时候呢就使到呢你有一个画面，真的是画面来的，我都见到的，因为画面就是这个人在一个画面里面存在，那里头会做一些事，那我呢就见到之后呢，这是我女儿的，是我的第三个女，不在那里那里，但我不会见到她我日常生活裏頭嗰個形象，我見到佢以前前世啊嘛，以前前世嘅形象，咁有故事嘅，我記得好清楚嘅。但我係好希望咧，透過呢個形象咧，揾到係咪真咧咁。個鏡頭咧喺我腦海個鏡頭四圍 pan， 希望我見到一個日曆噶，我想去揾翻嗰日，嗰年嗰日嘅。事情我就要再去 check 下究竟過年嗰日嘅星期係唔係咁準咧？咁樣，起碼個日期準先啦，係嘛？但我喺呢個 plan 嚟 plan 去揾到嗰、那個日期嘅時候咧，係揾唔到嘅。因為咧，其實咧，唔好誤會所有催眠或者你有個目的咧。一次搞不到的喎，係咩？好少好少一次搞掂。哦，係啦，咁所以係要長年累月，每個禮拜去啊，慢慢去找出答案。點解要做諮商？為咗將你個心理或者潛意識準備之外，佢要設計導詞嘅時候，佢要有資料啊。哦，係啦，所以先至會有咁樣情況出現。哦，呢個咧差唔多咧卅幾年前咧嘅一個咧經驗嚟嘅。嗯，大約係九六九七年嘅經驗，到而家都廿幾年啦。係。咁但係我嗰時去完一次就冇啦，冇咗下文啦。係啊，因為唔係一次做到嘅。嘢嚟噶，咁同埋今次做睇嘅嘢同上次又唔一樣，係咩？哦，即係所以要綜合曬好多次，乜都係好奇妙，係一個好奇妙嘅經驗。係啊，咁啊又係咧用正常嘅邏輯咧，又好難咧解釋得到。嗯，你信或者自己個覺得好舒服咗咁咪得咯。我係冇錯，呢個最重要，因為我又乜都唔信噶嘛。係咯，咁好死硬派噶嘛。不過今日講唔曬嘅，差唔多咧時間就我仲有好多嘢都冇講到，仲要揾多次嚟啦嚇。我再約你咧，係啦，睇下 Moon 啊一齊嚟傾再如果唔係佢咧，就你嚟啦，係好嘛？多謝曬，冇咁講，阿Jack君，咁拜拜先，我哋時間差唔多啦，後會有期啊。OK， 好，拜拜。